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吃的是鸡爪，这是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手吃鸡爪吧，因为我以前虽然吃过，但是这是我跟我朋友吃，他就给我了一丁点，就不是这样，就是下面这个骨头，再给我尝一下，挺好吃的，不过就是可以算是我认真第一次吃吧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人都说是叫凤爪，反正大姑是北京人说，然后说是凤爪。哦，好吧，反正我管它叫鸡爪，无所谓了。然后我也第一次吃，我买了个比较火的嘛，然后今天去买这个叫做降龙爪爪的鸡爪，然后这个全国都有，都是连锁店嘛，全国都可以买到，然后今天是排队去买的，人还挺多的。好吧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吃吧。哦对，我买了先来给大家读一下都有什么啊。脆皮炸鸭舌一份是22块钱，是那么多，到时候会放近景。还有黄金炸鸡翅，鸡尖，哎，黄金炸翅尖一份17块钱，黄金炸鸡爪一份18块钱，软糯翅尖一份12块钱，泰式无所谓，放近景的草草，泰式冬阴功味一份。12块钱，蜜汁香辣味一份12块钱，五年老卤味一份12块钱。那我们先吃这个吧，这是炸的炸鸡爪吗？这是我吃过一次，是腌的，这前面都是脆骨，特别好吃，脆的，好吃吗？听一听就好吃，全是脆骨。哇，第一次吃鸡爪，各位。哎呦！哎呦！看镜头啊，孩子。很糯呀，哎，这挺好吃的，真的。一大堆小碎骨，嗯，有些碎是软的，有些是硬的，吃不了。这下面这个骨包特别好吃，对，好多肉啊，这没什么肉了，这个掌特别特别糯，手掌，哇，真的像糯米。就不太会吃我，啊，你继续吃吧。啊，这是硬骨啊，要是我这儿，这尖儿可以吃的，没事没事，我都有吃。这儿，就是这儿有一个小硬骨。你看到这了吗？我们继续吃炸了吧，我怕这个炸了凉了就不脆了。现在我们来吃这个翅，翅尖，
我感觉吃这个翅尖应该就是这前面这个最尖，一大堆脆的。我猜的没错。嗯，这也挺好吃的，有点炸鸡，哎，本来就炸鸡吧。这炸鸡是什么？哎，这我想给我妈尝一下，我妈特别喜欢吃鸡爪。大姑喜欢腌的鸡爪，哎，这个也是糯的。爸爸也特喜欢鸡爪。但他们叫凤爪孙。就主要是很糯，我很喜欢吃很糯的东西，各位。那糯米。嗯。我今天还吃了两个糯米冰淇淋，就是那糯米团子，好贵啊，吃我贼心疼。嗯，你吃真浪费。是啊，你后面全是皮，这都很好吃。真的，我爸回来了，爸爸尝尝鸡爪。对呀，还清澈呀。嗯，得茫然的看着我们尝尝。飞豆，你洗个手尝尝吧。飞豆，我自己去买的今天。蛇要尝鸭舌了，好吧？嗯，你看它这是两个中间。我天，鸭舌！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吃这种食物，我都不要想它是鸭舌就好。您是陆播还是外？陆播。我在查看可不可以一整个放在嘴里。你吃饭了吗？也是很糯，挺好吃。好像不行。有一块，鸭舌中间的是一卤。你吃饭了吗？我爸也开始加戏了。你吃饭了？吃这个东西是不是得跟啤酒吃啊？可好吃啊！怎么办？看着贼开心，我爸特别喜欢吃鸡爪。要不帮我拿一个小杯子，我要。你这边挑一个。我哇，你怎么那么开心呢、啊？看着这个鸡爪就开心。好吧。男子汉来一口。什么鬼？男子汉来一口。敢砍腰都不值了，累。嗯，行吗，唐总？行，没问题。不苦啊。挺苦的，但也有一点点甜，所以挺喝啤酒。你看我本来是为了解辣，但是不辣，买了这个西西冰。我能露你吗？不露，快回来快回来，不露，爸我不露，爸我不露，哎呀，嗯，哇，再学一个这个。饮料啊，我就不是那个。明天带我去看眼睛吧。嗯。我不去啊。必须。我今天操控的特别特别多。嗯。冬阴功的。冬阴功。辣的。就辣吗？泰国味的。有点辣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现在在这啃鸡爪，你吃了吗，大哥？没有喝那么多吧，他牛奶。哈哈，晚上乱七八糟，我天哪！爸爸，我明天不要去看眼睛。嗯。你让我们尝尝你要尝尝冬阴功吧？这什么呀、？Regular 吧。不要尝尝。辣了吧这？不知道。这有人吃啊？当然有指甲了，你看到这个，这不是指甲。那么辣，冬阴功的。出汗了。其实还好哎，挺好吃。嗯。
只是你这样分解，就是我敢吃了。嗯，还挺好吃的。嗯，而且吃鸡爪是美容的，是对皮肤好。真的。嗯，这皮吧，里头有好多胶呢。嗯。嗯。我朋友说这都是那个蛋胶白质。嗯。那叫什么呀？嚼白胆汁。我怕我吃，这是个问题。他教我一下呀，这怎么吃啊？你就慢慢啃呗。哇，辣。嗯，冬阴功的，冬阴功。我吃两个了，你给我留一个呀。辣的没事，我还是想吃。这是不认的。你去拿点水。哇，这是软骨吗还是什么？嗯，炸的时候那个骨头，一大堆骨头都可以吃，因为都炸的嘛。你看我爸给我拿了可乐，没给你拿。嗯，我那么胖，我能喝可乐，对吧？你吃不辣的呀？这不辣。这个，哇，这真的，这个里头的白色的好好吃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菌。口感有点像那个蟹膏。是金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还挺好吃的，这个金真的。涛涛肯定爱吃金。对啊。嗯，因为这肉啊，瘦肉吃了以后就塞牙，干，这个很软。这个是冬阴功，非常冬阴功，这西西冰还不是特别好喝。就这个乳酸菌，我喜欢芒果的那个葡萄糖吗？我喜欢乳酸菌，这是辣的，这是不辣的。我喜欢吃炸的，我觉得炸的。你上学吗？嗯。我上课呢。上尝尝炸的。你明天你做作业了吗？错、嗯、了。你上什么课啊？我去。数学啊。嗯。奥数啊。嗯。还上奥数，他不是不上了吗？这炸味儿好好啊！但这个什么呢？我感觉这个一抿就化了，说这个鸡爪，嗯，然后这一弄就化了，对，是不是想吃啊？对呀、啊，咬成。一段一段的，嗯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就把那个皮给它弄出来，然后就把骨头吐出来。嗯，现在会吃了，嗯，是吧？就得抿，嗯，就这，对，要骨头就掉，就肉都分离了。嗯，能这样吃啊？我更喜欢炸的，都好吃，但，嗯。给外国人口味最好应该是炸的。哇，这样吃好方便呀、啊！它是这个鸡爪子是鸡爪子味儿、嗯，鸡肉是鸡肉味儿，嗯，这味道不一样。这不是鸡爪子呀？这是鸡舌头是吧？不是，鸭舌头吧？鸭舌头。鸡舌头太小了，没人吃。就是每个部位的肉它都不一样。啊，是那个啊，就是这种味儿，那也是这种味儿。我现在看着都不害怕了。因为你要是在，你要是那在德国吧，是买鸡没有头，没有鸡爪子。是，好多人吃了一辈子鸡，但是没见过鸡爪子跟鸡头，嗯，长得什么样的？哇，那炸鸡爪好好吃啊！刚刚的那个，现在没了，你早知道多买几个。要不要撒巴巴累的呀。